听说睡觉的时候。没洗了呀，胖臭！哎呀，你按一下嘛！走开，我才不要给你按。Later。嘿嘿嘿，宝宝需要按摩吗？滚！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我保证，这次你接不到。先别着急截我的画面照，首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们男孩的手机里到底有什么软件？哎，不准看！小耀竟然有其他男人，兄弟们。今天测试一下李浪浪的反应。谁啊？我出去一下哈。在吗，宝贝？我想你了。他在你身边吗？嗯？看来要出绝招了。李浪浪，你要去哪里呀、啊？嗯？我哪儿也不去。哎呀，小耀，小耀，你好了没啊？1.86米快腹肌的帅哥在等着我们呢，你不会就穿这个吧？怎么可能？给你看看这是啥啊？炮汗秘籍，我就不信待会还拿不下他。看我今天怎么整蛊小耀。好家伙，购物车竟然囤了这么多东西，看我偷偷删完，然后骗他说清空了购物车，哈哈哈哈哈！亚亚，我给你准备了个大惊喜哦！什么惊喜啊？那，你手机里的购物车我给你清空了。你少骗我，又想整我是吧？不信你自己看。我还就不信了。我这就去跟闺蜜炫耀去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你不表示一下吗？啊？表示一下，哇、哦！哎呦，浪浪小少爷，你就是我的神！嘿嘿嘿嘿嘿，叫爸爸，爸爸爸爸，我亲爱的小少爷，哇！嘿嘿嘿，真乖。我先看看他们发货了没？哎，别看，别看，等一下不要看。停！等等，我的订单记录呢？我给你清空了呀。清空就是清空的意思啊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！我要跟你拼了！挑战在小妖面前给其他女生打电话。哥哥，我腿受伤了，你能不能送我去医院呀？哎，好好好，你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哼。那个，耀耀，我出去一下。嗯。我真出去了啊！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没魅力的吗？为所有执着自己。他怎么一点也不介意、啊、气死我了。他不在，兄弟们今晚不见不散。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兄弟们，
炸！上次这么多人看小妖喊我爸爸，这次我们来点更狠的。你这是干什么啦？这里面有100块，这里面有200块，这里面我知道是300块。那现在准备好，只要在我盖回去之前拿走，就是属于你的了。3、2、1，3、2、1，炸！哦吼，很快嘛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这是最后一个，我准备好啦，成功上套了。3、2、1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女生对减肥的理解。小耀，我要点奶茶了，你要吗？我不喝，最近减肥要健身了。哦，那我自己点。炸！嗯，你不是不喝吗？奶茶上没写作呀，那就是零卡。嗯、耀耀，你知不知道粉丝最近都说你胖了？什么？那我现在就开始运动。我赌你截不到。什么？你们居然想看我的私房照？你们嘴绝对不行，除非你们给我艾特一个大帅哥，让他跟我一张对象。啥？那我呢？梅花走，整治女生行动开始。这世界上有四种辣：微辣、中辣、特辣，还有一种是人才火辣。 Nice。